来，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，欢迎收看《报道漫步》，我是您上听堂的敖民的。啊，这是阮大的客店，哎，你好，全新的单元，无同款的单元哈。咱这形态改变一下以后就无同啦，对啊，对啊。逐工会使看到阮客店啦。对啊，对啊。因为这拜一甲拜七甲拜八拢看到你啦。吼，无啦，这都咱顶个顶个月啊，都足足侪听众朋友敲电话来讲吼。啊，讲看一工个啊，安尼啊。够开啦，啊，即马个一礼拜个一工个 live， 对不对？啊，这单元吼无同款。讲吼，这个奋斗的歌手，我阮这人生做歌星的人生啦，啊，破刀一个，啊，搁有咱普尔达人，啊，搁有咱唱片达人，阮啊，这个杨那个华东哥哥，哈，对对，哎呀，阿东哥哥，吼，啊，搁有呢，咱最主要是阮歌，教恁唱歌，唱歌，哎，唔是讲恁，若讲有个人已经知影这个音准品质啦，吼，音感都袂歹，搁袂要紧呢。会唱歌，真正唔知道听歌人的艰苦呢。讲要唱恁，唱出来甲恁完全无同款呢。真的啊，我从较早去主持歌唱比赛，当恁来唱出来甲恁无关系啦。天啊，我怎啊跋倒啦？哦，拄到这要赞美赛条。所以唱歌吼，唱歌我常咧讲开玩笑，讲唱歌真正有五种人。第一种唔知道听歌人的艰苦，第二种听歌没有艰苦，第三种家己足艰苦。第四种乐队足艰苦，第五种连新名都艰苦啦，差不多是安尼。新名会发落呢？哎呀，好，我这做歌星不简单呐。真正吼，啊，我家安尼，去唱歌吼，啊，忠实的听众朋友坐头前去听，吼，我感觉会真享受。享受啦！哎，我哈哩坐伫遐听唱歌咧，啊是感觉咧坐伫遐吼，我知影讲真享受。唱歌即个情绪的发泄嘛是一种享受嘛，对对对，啊心情的发泄嘛，对对对，啊听歌的人精神上的享受嘛，啊所以你甲看，人个唱歌，先话人歌王的唱的，甲一般唱的，伊出古六千条的唱片。对不对？我都连灌一条烟肠都无啊！你当咧灌千外地，你是安怎灌的咧？这么好灌的咧？无啦！啊你唱歌嘛未歹啊！你哦啊个人哦，我是行行出状元，我是经过叶启田大哥给我指点了后，我才知啊。无我刚才唱歌嘛，干那心平听有尔啦。系啊系啊，我唔敢甲你讲，我有暗讲啦。哎呀，来，咱个来欣赏哦，这两首好听。歌曲好，好、哦，咱客店那个人带来嘞，两首真正好听啊、哦，来欣赏一下，来，谢谢。交代，你得着我走。
什么是情？什么是爱？枉费枉费，咱三年的熟识。当初是我多情难失爱，为伊牺牲，为着咱将来，抱着满腹的期待。心爱的，心爱你。
的男儿，为情心空虚。谢谢哇！阮这个单元就是讲吼，要讲到阮客店兄伫咧业界啊，伫咧歌坛啊，发生的真济好耍的啦，啊趣味的怀念的啦，吼、还是讲吼恁较听袂到的，吼、像叶大哥啊，你甲这个吕金手老师啊，这吕金手老师是名作词作曲家，做过真济歌。好像就林松柱啦、林星啦、段魂啊、青山类，那博士叫青山的啦，对对对，都啊，这还佫真济啦。哦，你别个歌手嘛有啦。我着，伊做嘛做真济，唔是干那客人遐唱啦，佮别个歌手伊拢有唱过吼。啊，所以讲你对伊的这个手笔啦，吼，啊，佮伊的做人的处事各方面呢，你对有了解足济无？啊，吕金手老师啊，吕老师是啊，这个屏东哈，嘿，啊，这个啊。迄、那个阿祖诶，慢迪卡遐，哦，万峦哦，屏东万峦啦，哦，万峦啦，伊遐个人吼，啊，哦，伊就是足兴趣即个歌曲啦吼，啊，伊会使讲，当然嘛是足公认的，伊即个啊，即个作词作曲家啦，啊，伊本人吼，伊嘛有录过两三块唱片，啊，尾啊伊就无录吼，拢专门写歌呢，哦，吕老师。伊吼，即、這个较等于来讲个讲较草地人啦，哦，较草地人，哦，草地人啊做人啊真实在，哈、哦。但是讲到我嘛，会使讲我的启蒙老师哈，对，哦，当然是哦，因师郭大成，我知，哦，郭大成，哦，啊，即嘛那照讲以后，哦，阮老师迄阵啊，郭大成哈。都带团去日本演唱，亚洲会演唱，哦，安尼啊，然后我就做这交金了，啊，这吕金手老师，诶，吕老师吼，啊，诶，较接做伙啊，嘛会使讲吼，那真正教唱歌伊嘛吼，会使讲吼，啊，嘛等于有教我，有诶老师是称呼尔啦吼，啊，伊真正啊有教我唱歌也是。一个安尼真实在吼，啊，敢若日本人即类型的，一板一眼的，哦，啊，即种的安尼，吼，啊，但是伊对即个吼啊生活吼，咱人吼这歌词吼，有较生活吼，较生活即种的，生活化的对吧？诶，较人性的，伊就伊歌词拢较安尼啦。哦，你看林松柱，哦，你看段瑞啊、郑祥瑞，哦，这种较人性的。哎呀，安尼啊，真唱起吼，人生感动这个吼，你人生，哎，人生吼，人生吼，这歌咧每一首走出来，拢互你安尼会使更入人的心肝来吼，互你感动就对啦。对，哦，你人生万谈不落用安尼吼，哦，这些歌吼，有时啊。每一个人成功失败的时阵，若佫加上迄条歌，你唱咧，毋是讲干呐主唱人尔，甚至咧唱的人，哇，观众朋友伊若家己咧唱，拄啊咧艰苦的时阵唱这条人生嘛，哎，好心肝会酸呢。对，啊，这譬如讲，我咧讲个一个实在话吼，哦，即个像讲去调林松树，哎，即嘛吕老师写，哈，啊，拄啊有哈，啊，即个发行哈，正礼拜尔，啊，我伫接哩。啊！要叫一台计程车，啊吼，啊就一伫迄个啊边啊，就讲，哎，你入去电视，我嘿，伊甲讲，哦，啊你哦，迄林松柱哦，我听头一摆，我听到都我哭啊安尼啦，吼，我要坐计程车，就来甲炸咧，安尼炸我，吼，伊讲伊听林松柱，啊就很哭，
哦，安尼，哇，这可能伊就是伊有这做舞啦，嘿啦，有这做舞啦，嘿，啊，林冲柱迄阵嘛是敢那是布袋戏，那有代表。布袋戏，黄俊荣布袋戏。黄俊荣布袋戏啊，吼。嘿，迄个宋元金的时阵，那不是宋元金啊，啊，做迄个啊，就是。温州大陆叫啥？嘿嘿，苏阳门的时阵啦，嘿啦，苏阳门的时阵啦，哦，真正有够红的，有够红的，哦，啊，即嘛。继续要来欣赏吼，咱客店兄的两首好听的歌啦，《恩长情短》，啊，搁一首《重回故乡》哦，对对，来欣赏这两首客店兄好听的歌曲，来，谢谢。真侪企业厂商要叫我代言推销产品，我对产品无信心，所以我拢无答应。即届我伫推销广告
帝王普洱茶，是我找真侪专家去云南省啊，直吹，等下阁请杨老师阁鉴定这普洱茶，确实有遐赞的哦，我才敢推销啊，而且阁是经过科学实际鉴定过，对咱身体确实有遐正好，正好。一日若饮200cc，绝对对咱身体正好，对健康才有帮助。我才有介绍，要给大家饮。谢谢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吴明呢。吴明呢，今麦为你介绍这款由咱叶克田国宏所引进的帝王普洱茶。帝王普洱茶第一乔木，第二大叶，第三高山，第四老丛，第五老茶，第六石茶。这款茶呢，耐泡阁好啉，一般茶干来使泡五六泡都无味啊。但是咱帝王普洱茶会当泡12泡至15泡，而且阁真好啉。帝王普洱茶半斤2500，但是今日咱要注文的好朋友买两盒，本地爱5000，后面呢优待你3000，安尼就上2000啊。为了证明咱帝王普洱茶好啉，后面呢特别送你试用包。这包气象包会使泡2次，饮了若好，你留来；饮了若不好，原金退还。而且佫特别送你一支泡普洱茶专用的冲泡罐，这支价值800元。赶紧嘞，电杠专线0800-763-888，0800-763-888。听歌听歌王，啊，若要饮茶，一定爱饮帝王。我边来推荐的帝王普洱茶，真正赞嘞！报道文化。在车窗来看到故乡。
感慨无量的心情来谈这个故乡。啊，怨叹何用？人生就是奋斗要紧，自己来重新创作吧。虽然是为着失恋，心情真忧愁，林姑娘你重新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。同款今日国家咱吼，尤云生阿东兄吼，啊，直接阁向咱大家请安问候开讲。有一个问题，就是讲吼，亲像有足多人甲我讲，讲我吼。啊，较早迄个吼，对金车唱片吼，啊，迄、那个大山姑娘遐吼，嘿，遐我的这个啊，做黑胶唱片，拢留起来，留到结尾唱片迄安尼时阵，吼、哦，老公讲安尼哦，差不多上少过六十碟，有人加啊加安尼讲，迄是留我去尔，但是我知影，啊，有个人是留，甲所有真侪歌星，而且吼留。歌诶，即个黑胶唱片哦，留起来。但我嘛知啊，你嘛有留一寡。啊，你诶想，你那是虾米想法？我即嘛讲，即事实了歌。嗯。沙林堡有一个你诶粉丝啊。嘿。哦。嗯。我曾经讲啊，我要收集一寡歌，客店诶歌，所有诶歌，我诶莫吉他，拢你诶啦。嗯。莫来话。录做 CD， 哦安尼哦，哦，录 CD。我你的歌我唔带遐济，哦，专管 CD。啊，我会去收藏这些、保存这些、老唱片哦。我的动机真简单啦，这重嘛，啊，即摆人搬一摆厝哦，拢淡掉啊，啊，愈来就愈少啊。较早你收乌胶的人，哪去收？拢去回收厂，人去不爱滴个迄个所在，去遐买，哎，算作小拢算趁金的啦。哦，啊，所以讲我这个想法讲，啊，这若无甲保存落来，后摆失传啦。对。啊，真侪咱即马后摆改 CD 啦，改大碟这吼，像这小碟啊有诶资料吼，甲大碟啦变无同款啦，啊，共切断，头尾也共黏去，所以就一定爱这十英尺诶来照标准，嘿，哦，这上标准。对，啊，我吼以我知影，啊，嘛是顶个旧年啊，吼。这个吼啊，这是日本那边的信息。啊，日本迄个日本的国家吼，因为甚物拢很坦然讲出来，吼，伊就是讲吼，其实要听歌，所谓要听歌，就是讲哦，即卖就唔是 CD 对无，较早唱片对无，吼，伊讲唱片吼，啊咧播出来，声上水，上水上细。对哦，啊，人个日本人加咧讲，哦，啊是啊，嘿，啊是安怎讲唱片是上新，吼，是安怎，咱甲想即个原理就知影，人讲质量就知影人啊，对，因为即摆 CD 哦，拢薄啦，吼，啊你讲乐队哦，去演奏安尼吼，诶，迄声拢薄去啦，哦，啊薄去感情啥拢会较失分去减去，啊即无。这都原来完完全全安尼，所以人讲听这吼唱片会较好听。人即马，啊，你机啊，讲日本话开始，拢过你，拢过你做啊。你也知，啊，我知咯，这世界拢你做啊，这拢过复古安尼，复古啊。对。啊，我就是讲，像这款物件，你若无甲收藏起来，后摆这种失传去啊，足怕生。对啊，这你嘛会使讲咱吼会报啦，对，文化啦。啊，咱搁回转来讲啊。哦，咱嘛就要搁啉者普洱茶。这就这杯啦。要甲人客讲话，要甲亲友讲话，要甲咱的亲戚讲话，爸母甲中间爸仔囝、翁仔某，拢都爱靠茶呢。
对吧？啊，对啊，你唔得开讲会久，对不对？啊，唔是，啊，这唔是提尔尔啦，啊，这真正对心的啊，啦啦，这真真正正，啊，网络拢看会到。大部分哦，即卖人拢对普洱茶概念也无够，啊，等个我是听朋友吼，敢那二十年前外久就讲，你去报你啉普洱茶，讲对。身体较好些，对，啊，我较早吼，啊，未啉普洱茶以前，我水啉足少的，白滚水我啉袂落去啦，正正啦，啉到咁要吐哩，系啦系啦，无味啦，啊，要安怎，就去买饮料，啊，饮料你就知影色素啦，香料啦，哦，点解呢？哦，嘛是大摊类的咧，哦，啊，甲买迄个阿丁啦，哦，阿丁啦。哦，安尼广播界前辈阿丁啦，伊讲阿丁我咧报啦，啊，啉这袂歹，对身体足好诶。我开始啉普洱茶，啉到即马，我逐工拢啉无停诶普洱茶。嗯，哇，即马过来就是安尼，感觉足舒服诶。报道光也开店咧，企业要叫伊代言，伊就卖哦。嗯，诶，迄形象卖，哎，足坚持诶啊。产品我无了解，我哪？我袂讲，你讲袂出来嘛？对啊，对啊。啊，你啉五六年的普洱茶，有足深的体会，好，心情好，爽快，对哇？啊，对。慢慢再过来讲，好不好？啊，感谢感谢。咱过来听一个张小米，好，上官情理，上官情理好听。凡事定定茫在
再见。站在路头，情绵绵。拄则你有看到报道歌王叶启田真激烈、真用心，伫咧推荐着帝王普洱茶，就是这泡。这泡帝王普洱茶。确实非常非常的赞，非常的好啉，所以讲伊有够资格会当作为帝王。当然，普洱茶你要用茶罐仔来冲也使，要用这个冲泡器来泡也使。帝王普洱茶，你看这泡的色水有够水，真正有够好啉的。最主要这帝王普洱茶呢？伊个特色就是讲，会当泡咧15杯以上，也阁是真有气口，也阁是真好啉，所以讲伊才有够资格讲话做帝王。即摆普洱茶已经渐渐真普遍，因为大家知影讲啉普洱茶对身体呢，确实真侪好处。年纪有了后呢，咱当然敢爱啉青茶咧，吼、哦，啉这熟茶，尤其是啉普洱茶，好啉，而且对身体呢，阁有帮助。普洱茶有人讲是古董茶，放愈久愈有价值；有人讲是黄金茶啊，足好啉的，足好啉的。这普洱茶，你存这茶，这黑金的，这半斤尔定。即卖呢，这茶都要到70000块啦。但是伊啉起来呢，都要甲咱帝王这泡普洱茶比比遮尼好啉。咱半斤2500。一斤呢，才5000块尔定。宝岛歌叶启田真心的极力推荐，鼓励大家啉。所以讲一斤呢，犹太3000块尔定，而且阁先送予你试啉，即泡咧2杯。你甲啉看卖，啉了若满意，你才购买。如果若是啉了无满意，当然咱原金退回。所以讲好朋友，有伫咧泡茶的朋友，要啉较好的茶。就是帝王普洱茶，你今日出门免5000块，咱特别优待你3000块，佮赠送予你一支专门泡普洱茶的冲泡器，佮赠送予你。有看到的，你紧敲电话0800-763-888，0800-763-888，谢谢。宝岛万宝。我又和他。
这个单元有个赞呢，这观众朋友啊，阿伯阿妈爱唱歌，你就看到阮这个单元，看到客店遐教你唱歌，你就欢喜啊啦！要请这个来教，你看要开偌济？干那出去作秀才几落百吧？你也想，客来教歌，你要开几落百？听到？还是讲今日大爱？嗯，啊，你要教这条关心所爱的人，嗯、这首歌主持人他早期主持人文夏老师，文夏老师啊，對對對啊那也无教你家己的，教这条是，你较早有啥物心所爱人？啊，这条吼、哦，我有甲翻唱过。哦，你甲翻唱过呀？嘿嘿，是有甲翻唱过。我是讲，阮大个心所爱人安尼遮济啊，男朋女朋友也无固定，但安尼也我多，对不对？一定有心所爱人啦。有哦，讲出来哦，有你老实讲嘛。我一定甲呕出来啊！我啥物呕恁听，互恁真正赞，一定有心所爱的人啦。歹势讲吼，如花你是卖甲我唱啦，我干那如花尔啦，唔通阁甲我唱啊？无啦，不是，迄落啊，即嘛是要教我啊啦。阮大个呐，支支吾吾吼，就是表示有啦，啊伊袂使承认啦。我讲我有女朋友。有啦，未使甲你讲啦。你刚刚讲啦。来来来，心所爱的人哦、喔，来来加一下加一下。这歌就是每一条歌有每一条歌的气氛感情，哦，啊，是讲每一条歌用什么音色会较好听的。对，啊，那以我，吼，以我，吼，哦，啊，这个唱，吼，诶，西南声啦，吼，有感情，啊，啊，搁有是说那悲伤，啊，搁有西南声的内底，吼，啊，当然有的人唱咧无合。哦，无下你嘛唔免讲一定吼，一定都爱照我安尼唱。对啦，对啦。但是吼，但是有诶，基本上诶，每一个人唱拢同款，拢爱同款安尼唱。哦，音唱哦准，
对无啊，共鸣音哦，这只是固定的哦。啊，有诶较无下唱西来声哦，啊，都唔免嘛，袂要紧哦。你用个较实实在在，敢若真正诶情啊咧。主要是讲这吼，我甲伊请教一下。这唱歌，阮普通吼，阮咧唱，我有哪有分气？就是讲，我诶，你诶音域较悬，啊，我后面咧就较低。哦，啊，你若像心衰诶人，我照你诶气咧唱，我可能内裤会连起。对不对？对对对对。啊，无你若讲像你即个，像我诶气甲你诶气，我就可能爱降一气。对对对对。啊，无我唱未起。我拢吼。你拢唱即条。我拢吼，迄个我诶声比一般人拢悬少一气一气半。你话管咧，我要唱你歌，我爱降两气咧。我即马弹咧，互你啊！你出来，你要唱啊？我唱一句歌，我一句啊，啥拢哈哈哈啦！真的哦，你我试看下咧哈。心酸的迄个人。你唱比较好听，你那得拜托，唔能够唱你。我系唱比较好听，真正袂歹。哦，这唱歌吼，每一人的情绪无同款咧吼，每一人的感情无同款，想也无同款。哦，唱安尼吼，你会家吼，家去听，那唱了你阿多安尼，相信你家去听，你的脑筋会足爽快，足爽快，足爽快。哦，迄唱咧，这首歌我上爱唱的，心所爱的人。对哇。安尼啦，哎，肯定啦，咱即摆来吼，来欣赏肯定兄。为咱所带来这首《心所爱人》，好，大家甲阮听看下咧。哦，啊，就先听者，啊，我明仔载继续我教这条。嗨，还水水水。
前途暗茫茫，到处无定，飘飘何处流浪的生命，消散的身躯。现在有一句话很流行，要听听歌王，要喝茶，喝茶王。这茶王的普洱茶，它这是五百年老长大树，而且是乔木的春茶，又是熟茶，真的条件很好的，所以说给这茶王，给这茶王。这叶克田非常的激烈，真用心在推荐。这普洱茶，你要用茶罐啊，甲泡嘛会使，要用这个冲泡器解泡嘛会使。尤其是泡起来，你看这个色水呢，哇，有够水的，这有够好啉，所以讲号做茶王普洱茶。伊的特色就是讲会当泡十五泡以上。伫咧咱一般的青茶，或者是讲一般的高山茶，那泡咧六七泡，伊就无味啊。但是呢，茶王普洱茶。伊会当泡咧十五泡以上。普洱茶，大家知影讲，即摆渐渐真流行，因为大家知影讲，即普洱茶，唔是你较早啉的讲，哇，臭普啦吼，啊，啉了呢，甲咱无啥下开口，因为你是啉唔对。如果你若是啉对的普洱茶呢，足好啉的，而且对身体呢，确实真侪好处。所以讲，有人讲啊，即黄金茶，有人讲即古董茶啊，藏愈久愈好。叶克田就是讲，伊啉了真好，所以讲极力来伫咧推荐帝王的普洱茶。这普洱茶当然好歹呢，我那有精差。你讲这块是乌金的，以前推出的时阵，这半斤差不多1000块左右，但是今麦呢，都要加7万块。当然这是也坑久的关系。啊，这块乌金的今麦是帝王。伊啉起來呢，甲咱这帝王哇同款，平平遮尔啊好啉。但是呢，迄半斤就爱7万块。伫咱今日这帝王普洱茶呢，半斤犹太2500两丁，一斤呢才5000块两丁。啊，咱叶克田哇，伊真正足用心，今日伫咧推荐鼓励大家啉普洱茶，因为对身体呢确实真好。伫咧今日注文呢。一斤特别犹太朋友3000块，而且为了证明讲，哇，这普洱茶真正好啉，有够资格做帝王，特别送给你试啉，这会当泡咧2摆，你先甲试啉。如果若是无相当的自信，绝对唔敢讲，哇，送给你试啉。你啉了若无满意，咱黄金退回。啊，若啉了讲，确实袂歹，你再甲购买，你再甲购买。今日主文一斤。免5000块，犹太你3000块就好啊！而且佫特别赠送予你这支，这真正也方便吼，会当泡这个普洱茶的冲泡器，要特别赠送予你。有看到的朋友，你即久紧敲电话，0800-763-888，0800-763-888，谢谢。波多万万。哦，那心所爱的人就是真正，哦，那西奈开，你的西奈开的声，人家腰刀的啦，赞的啦，一笔记的啦，真正讲声，会声啦。那七仔看你唱这条歌，若无去来拍伊啊，那个七仔就是耳卡有问题啦。哦，我讲正经啊，心所爱的人吼，真正，这首歌是文夏老师对一贯的，但是阮客人遐有甲翻唱，对，啊，个人有个人的特色，对，因两个特色无同款。
歌王哦，啊，这老师老师级的，咱文老师无同款啊。我就是先生是讲较下辈，哦啊，文夏老师确实要对啊社会贡献真大，是啊，讲社会贡献真大，这哦真侪无公平的代志，这媒体也好，媒体也好。啊，即卖讲记者一寡拢少年的记者拢唔知影，你看吼、哦，迄五十年前文学老师看对社会贡献偌大，我即卖讲唔是文学阿勇老师咁快，对，哦，较早吼即娱乐的即个所在拢少，少，拢听收唔记呢。哪里有？哦，你讲做事人也好啦，你讲工厂做女工也好啦，嗯、哦，啊，伊做女工吼，伊都爱听，伊哦，伊因为做女工，伊目睭爱看嘛，做小工。爱看嘛，哦，啊个啊，哦，无多看电视嘛，哦，安尼啊，啊，怎啊用耳光听，啊，拢听收音机，啊，你看吼、哦，较早娱乐较少，哦，啊，较早因家吼，比方较早前辈家，即数人尊重，对，对咱社会、台湾社会、农业社会去做，可能带来即个娱乐嘛，对啊，啊，因为时间的关系啦，当然咱先来欣赏一下，咱有国语老歌，咱凤飞飞吼，凤姐这首。真情比酒浓，好哦！哎，记得哦，明仔载赶快这个时间锁定咱115台新天地优线电视台，哈、哦，报道漫步，甲客店到后面的鼓励者，祝大家平安顺遂，大赚钱，感谢您，谢谢，谢谢。谢谢一时呀初相逢，就和你有了情呀情的梦，情情的梦滋味甜呀甜蜜蜜，真情比酒浓。我把我的誓言在梦中，你把你的心在梦中，情情的梦呀情人梦，永远被歌颂。盛开一呀一丛丛，爱的过千难情呀情的梦，情情的梦充满情呀甜蜜蜜，真情比酒浓。我把我的心在梦中，你把你的心在梦中，情情的梦呀情人梦，永远被。